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今日有人会使来到上帝厝来敬拜。那今日是十二月四号，那有人已经来到2022年的年尾了。那过三礼拜，有人就要甲这个2022年讲拜拜了。那回头看过去的2022年，要用三句话来讲，就是开开坎坎，起起落落，跌跌撞撞。但是感谢主，无论在过去的一年，有人面对什么款的条件，那无论有人落在什么款的环境里面，那我要讲，上帝从来无缺席。阿门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十二节讲，以变以谢，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阮人。那以变以谢，对古早耶和华帮助阮人到甲今日。那阮人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那伊是从来无改变的，那伊永远会帮助阮人。所以无论伫疫情当中，伫咧过去破病的时阵，伫健康的时阵，伫欠缺确实不足，伫欢喜确实伤心，伫试验确实征战，那伫失败确实得胜。阮人的上帝随时随在，那对过去直到今日，耶和华拢帮助阮人。听你讲，阿门。所以阮人也盼望这位以变以谢的主，那伊会使带阮人进入去新的一年2022年。那阮人也盼望上帝施阮的手，牵带阮人，带领阮人行入去伊的平安内面，好阮人行到，伊的永生的内面，好阮人行到上帝的这个门道的天国路内面。所以今日阮人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主的厝，那阮人要向主献上阮人的感恩，向主献上阮人的敬拜。那我们感谢上帝，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面，以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人。那我们感谢上帝，以保守看顾带领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来到主的厝，我要邀请你站起来，咱做阵来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感恩，甲我们的敬拜。咱做阵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那位对年头看过我们到年尾的主，主啊，你是那位信实的主，主啊，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，我感谢你施恩的手迎带带领我们走过了这个起起落落跌跌撞撞的2022年。主啊，在过去的一年里面，我们感谢你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，在什么样的条件里面，上帝你有关的跟我们同在。上帝你是以变以谢的主，你是那位到今日有关帮助我们的主，主啊，你是那位从来无改变的主，你是永远帮助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相信你过去帮助我们，你今日要帮助我们，你将来也会帮助我们。所以求以变以谢的主，你引带我们，带领我们，预备我们进入去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可以预备调剂君王耶稣。所以今日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，
献上我们的俄罗斯敬拜，愿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得到荣耀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哦。咱现在来做滴俄罗斯拜，我们就会不禁我的上帝，感谢主，伊爱世人，伊多只叫生干落在世间，塑料救赎的温变化啦，感谢主 ，Amen。爱对天降临。Thank you.
生命有你甲阮同在，主啊，是你改变了阮的生命。阮的生命如同你将水变作酒，安尼甘甜。主啊，阮满心感谢你。虽然阮的生活中，皆是面对真多问题，主啊，但是主啊，阮仍有缘相信你。你一定会来帮助咱，保守咱。你一定来看顾咱，主啊！主啊，因为你就是阮上大的依靠，你就是阮生命的光，主啊！主啊，求你的光每一日来光照阮人的心，来光照阮的灵。求你来加添阮力量，来保守看顾阮的脚步，主啊！好能行在你的道路上，让我们的脚步袂偏离。主啊，主啊，我满心感谢你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You're the one.
亲爱主，能感谢你，主的是那位爱我们的主，主的爱我们是爱到底的，主的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，主的是以马内利，你是永远跟我们同在的主。主的人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你行这个门道的天国路的点声，主给我们逐日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主，主给我们逐日来到主的圣殿，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主，来读主的话，来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让我们每日在主的同在里面可以献上我们的敬拜，可以降服在上帝的主权里面，主要让我们继续的可以热心的来侍奉主，关注的使用我们每一个门徒的性命，主要让我们的性命可以成为正人的帮助，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。所以主，这是我们的祈祷，关注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手引带带领我们每日的生活和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可以走到上帝的丰盛的里面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谢谢，感谢主，要奉主的名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主日的聚会，看无新朋友，看到拢总是老朋友，阁有看到一个戴乌目镜的大姐大这帮阿伯，金英啦，把你当手续，挂目睭吼，所以就爱挂乌目镜。哦，感谢主，挂目睭了吼，本来教会来敬拜主，所以感谢主，你的出现吼，实在是鼓励我人吼。那无论在什么款的环境里面，无受任何的拦阻，有人有关的要来到主的圣殿，来到主的厝来敬拜，来跟对伊的脚步。OK， 那甲大家做几啊项的报告。那下礼拜六，我人感谢主，有这个孙中清牧师哈，来到我人当中，来到我人分享这个圣诞的信息，那伊要甲我人欢呼分享这个关乎世人的好消息，好，就是主的福音。那 OK， 所以要甲我人分享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二十节，请底下几位等去出来先读这个经文。好，第二个报告。那我们已经报告了两礼拜了哈。那在下礼拜六我们邀请了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SG Digital 的这个政府部门的人哈，来教我们关于这个手机哈，开始 iPad 哈，你要安怎的这个 Hawker Center、Shopping Center、购物店哈，安怎去用这个手机。扫描哈，二维码啦，三维码啦，4G 啦，即久起到5G 了哈。所以底下这边有一句话，你看讲，伊讲活到老，学到老哈。特别是阮人是伫一个科技的世界内面了，那阮人就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趋势哈，来学习，来进步哈。所以我们下一个拜六下晡四点到五点，听说有手机可以拿20块、43块、69块，看你要拿多少一款的手机，那签一条线大个月还5块，有 Reno， 有这个Reno， 有 Samsung， 有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无 Apple，
20块、43块、69块，卖像 Apple 这个梨哈。那主要是哈，我们爱得了这世界的趋势来进步哦，了帮助我们啊，无论去到多落，我们也会晓啊，有一个概念对这些新的科技，好有一些概念，好会知影讲啊，要安怎去用这些物件。哦，国内弟兄姊妹去报名，已经有差不多30个人，30个弟兄姊妹报名了，阮人目录会使50个人了吼。啊，所以请恁人今日散会过后去报名。那下礼拜六，阮人啊是圣餐的主日，请伫这个厝内的弟兄姊妹啊，请恁人伫厝内预备这个葡萄汁加这个饼，吼，然后预备心啊，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圣餐。过来就是有人要为今日的奉献来祈祷，吼，每一个主日散会点声，有人将有人奉献放伫有人的招待的这个奉献袋内面。上帝话讲，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上帝所喜悦的，所以伫厝内的弟兄姊妹，恁人会使用 PayNow 甲是用这个银行的转销，吼，转对有人卡是。不去搬将，这个户口里面，咱决定来为这个奉献来感恩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能感谢你，耶和华，你就是耶和华拉法，我能心灵的医治者。上帝，你就是耶和华沙龙，你就是我能的平安。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。你有关的就保佑定数给我们出人以外的平安，我们献上感恩。耶和华你也是以乐，在耶和华的山顶必有依庇，必有庇伴。所以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那位祝福的源头，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所以主，我们将你所想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再一次将它奉献倒转给你，愿主你使用你的教会，在这个末后的世代，来做门徒的栽培，甲传福音的工作，让世人透过我们的福建主会，我们的教会，会使听到主的好消息，可以人也会使甲我们受伤，会使领受上好的福气，就是这个救赎的恩典。所以主你祝福这个奉献。祝福每一个奉献的弟兄姊妹，感谢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有人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吼，因为在有人当中今日有六个弟兄姊妹，一人要成为有人圣约报道会的会友。今日这六个弟兄姊妹要成为会友哈，那因人顶个拜六上课了，因人认同我人教会的意向，甲这个价值观，那因人也认定讲圣约报道会、福建主会是因人属灵的这个大家庭，那因人愿意委身做主的门徒，那因人。也愿意为心不断地在主的里面追求这个真理和成长，那他们认同也愿意顺服圣约报道会教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，所以今天我要邀请那些转会和要做会员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们站起来。青梅 ，OK， 你遮掉哦，青梅哈啊，因为卡薄烂哈。那我人今日要伫正人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，要承认接受伊人哈成为我人诶这个教会的会友。那所有爱成为我人圣约报道会的这个会员，那我人拢爱立定心志，唯心伫四方面。好，那我人来看这个PowerPoint， 哈，我人要甲一人最近的来宣告，哈，来宣示这四方面。那这也是和
过一摆，互阮人所有成为会友的弟兄姊妹一个提醒，吼、哦，就是啊、成为会友的意义到底是甚物意思？所以啊、我要啊、请的人吼、哦，五个弟兄姊妹，甲我做阵，佮其他的弟兄姊妹做阵的来宣誓，好无？我话尤里莎做阵的来宣告，一、二、三。我将微信伫大家拜六伫这个小组团契个时间，使用我的这个熟练的文字来彼此的造就，加服侍其他的人。第二，那我将微信以教会的这个事项为主做见证，那做这个十一奉献，那中心的出席这个聚会。加过一个健全的生活来侍奉主。第三，那我将要委身为教会的领袖、小组的组员，加无信主的亲戚朋友来祈祷。第四项，我将委身啊带领人信主，吼、哦，常常加有智慧向别人分享。我人的信仰甲为主做见证 ，OK， 好。那我即阵要邀请所有圣约报道会福建聚会的会员，请你人隆重站起来。我来福建聚会的会员，请你人隆重站起来，好不？好，我要啊。我人要同心的合意的，吼、哦，来啊、接纳即跩啊弟兄姊妹进入去我人的这个团体，然后要邀请所有的啊、我人的教会圣约报道会的会友，请你人举起你那个手来，好无？向调的人，向调的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向调这五个弟兄姊妹，为因人来祈祷，那为因人来祝福。哈、哦，好，因人啊，求主祝福因人的性命，好不？一、二、三，做阵开嘴来为因人祝福祈祷，然后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祈祷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声来为因人祈祷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咱做阵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人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人要为着庆美、志伟、Annie、Irene、甲亚香，因人将因人的性命献上给主，来感谢你。主啊，今日因人要进入去我人的教会圣约报道会，成为因人属灵的这个大家庭。主，我人祈祷，对因人行这个门道的天国路的时阵。主人祈祷求你，予因人真实的来领拜你。主啊，帮助因人会使忠心的来跟对你。主啊，予因人伫这个门徒的天国路的点声，会使全心全意来爱你。主啊，予因人会使伫教会内面、伫聚会内面，甲弟兄姊妹做阵的热心的来侍奉你。主人求主日啊、来祝福因人的性命。主啊，予因人的性命会使为主来发光。主啊，让他们一生可以见证主，一生可以荣耀主的名。所以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祝福他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，阿们，再一次，拍手，欢迎他们，五个弟兄姊妹，志伟、Annie、庆美、亚香和 Irene， 欢迎你们成为我们的会友，欢迎你们入来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愿主祝福你人每一个人 ，Amen。感谢主啊，请坐哦。
我们今日真感恩哈，我们已经来到十二个，那今年我们读这个讲道的这本册《撒母耳记上》的这本册啦哈，那我们已经讲啊偌济章了。安怎有诶三十，有诶三十一，有诶个三十二。今日啊，感谢主，顶个拜六有人讲了第三十章啊。今日有人要来看《撒母耳记上》啊，九十一章第三十一章啊。今日我啦真正感恩哈，会使邀请到一个特别的讲员在有人当中。那我特别介绍伊个点声。我总是介绍伊是我的师兄，吼、哦、师兄，哈、我神学院的师兄，我伫读册点啥，戆戆，啥物本袂晓，你甲即、這个学堂的点啥，伊真正照顾我，那我逐摆，我逐摆讲，我考册点啥，逐摆是拿 C 的吼 ，C 啊。哈、啊，那我的师兄大概是亚 A 哦，所以感谢主啊！今日有吴德祥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，来到我们分享这个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三十一章，我们拍手欢迎伊。你好，姊妹平安。感谢主吼，伊也死，我也离啊。伊是我是真好的同学吼，我人啊，伫师大医时阵时常沟通啊，今日看到伊，我们真欢喜啦，因为真久无见面啊，大概甲大家当差不多两年无见面吼，有两年无啊，啊是三年，左三年右三年，哈啊，感谢主，真紧见面哈。啊、希望这个疫情较紧过去，互咱来啊继续来教会来敬拜俄罗斯哈。所以圣经跟咱讲，洪水泛滥哈，耶和华永远永远作王哈、啊。所以无论环境如何，上帝永远掌权。OK， 所以咱特别来信靠伊，因为神也是允许这个啊问题临到，上帝定了有伊的恩典哈，上帝定了有伊美好的旨意。好，所以这个疫情的发生时阵，也会试验着咱对主的信心，哈，对主的忠心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伫收听多，还是伫厝内听多，均感谢主哦，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，哈。OK， 所以今日要甲大家分享扫罗之死，哈，啊，扫罗的结局，哈。所以一个人一个死，就是啊，咱所讲的盖棺定论啊，哈。所以一个人啊，活着时阵，你看伊真无好，特别你唔知伊将来可能伊明白耶稣，生命带来改变。吼、哦，一个人你看伊真好，可能伊结局可能无好。吼、哦，所以上重要人就要来明白上帝。阿门。明白上帝，并且爱跟随啊，对上帝的脚步来行。吼、哦，所以你看，这扫罗是何神拣选的啊？头一个君王，以色列头一个王，特别因为伊。家己做王，伊无上帝来做王，伊家己做王，行家己的道路，行家己废弃的道路，所以伊的结局是真正凄惨的吼。所以相信《撒母耳记》第一章到第三十章，你若拢总听了啦吼，所以你若拢总真识啦，所以我使简单讲晒了啦。阿门，吼。所以你若大概怎样讲，其实咱要讲扫罗的死，就是讲扫罗离开上帝，那。扫罗因为无遵行神的话，圣经有记载吼，神的灵离开扫罗，啊，邪灵来啊攻击伊，所以特别迄阵就是该拍这个琴，将伊身躯的这个鬼赶走伊吼。所以在古约内面是神的灵啊，温哥祭司、先知甲君王哦，所以古约的灵是这个圣灵温哥了，圣灵是会离开的。
特别在新约里面，当咱信主了，圣灵在咱的里面，圣灵永远跟咱同在。阿门。对我来讲，来圣灵永远跟我同在，来圣山，圣灵永远跟咱同在。哈、哦，所以咱顶头信了，因为咱信了耶稣，信了福音，也因为信了耶稣时阵，圣灵就徛帮咱里面顶头信咱。而且这个圣灵来顶头信咱，和咱的灵跟圣灵成为一灵，咱就会使呼叫阿爸天父。所以人拢总是神的子儿，因为上帝子的灵伫人内面。阿门。吼，所以人伫新约内面啊，人信了主，就是人有软弱会犯罪，神的灵未离开人啦。特别神的灵会啊，圣灵的恩膏会驾驶会伫人的内面，人就要尊敬顺服圣灵的恩膏会教训。我帮主来面，哈、哦，圣灵会催逼人讲啊，你讲沙拉了，你讲唔对了，你做唔对了，你想沙拉了哈、哦，所以人就要在主面前，人就要来悔改，阿门。所以人在新约内面，那实在真正蒙福。特别在旧约内面，记载是无啥共款，就是扫罗虽然是神所拣选的，特别伊离开上帝，伊无遵行耶和华的命令，行家己的道路。了后咧，最后咧，伊个去搞鬼吼，连带来什么，带来上帝诶，这个戒备，并且以战死的这个沙场，哦，的战争啊死。所以第撒母耳三十一章，就是记载扫罗去征战时阵啊，了后咧，和这个小弟下这个箭第一身躯，并且伊在啊打仗时阵，一切叫这个。亚兵器人将伊杀死吼，特别亚兵器人唔敢将伊杀死，因为伊吼啊，扫罗依然是上帝恩膏的一个王吼，所以伊唔敢动伊，所以扫罗家己用这个刀插家己死，不但伊死，这个亚兵器人啊，本是家己自杀。了后，扫罗三个囝，包括耶拿单吼啊，伊的囝，包括伊这个啊军队，所有一切的人拢总因着扫罗，拢总战死沙场。哦、所以一个人犯罪，和这个国家带来灾祸。哦，就像咱做一个啊，提出来咱是一个查甫人，是一家之主吼。除了耶稣是一家之主，查甫是厝内的一家之主，咱就要好好爱咱的家庭、爱某、爱囝。啊，是咱一个犯罪，咱一个犯错时阵，咱会和咱的家庭、的家人带来痛苦。就像因为啊，这个扫罗犯罪，和这个国家带来这个痛苦。哦，结果这个国家和这个腓力斯人啊攻击啊啊来消灭哈、哦，所以当时扫罗啊死了也惊死，而且这个兵器这个对了，伊人从西方去顶哦。第二讲这腓力斯人也来也这个战利品啦，就将这扫罗的这个军装哈，给拿起来放在伊人腓力斯人的庙里面哦，然后咧将扫罗的头给斩落来，真可怜待。哦，会行到今日这个道路吼，真侪摆，底下是要咱要合适，真侪摆咱的道路是因为咱家己选择行成的。所以古早上帝加罗干人加道内面的囚犯来讲，啊，天，特别咱要讲天无绝人的路嘛，对不？真侪摆绝路是咱家己精选，咱绝家己的路，阿门无？哦，咱明白了上帝，上帝给咱这个路是蒙福。啊，予咱会家庭啊，受上帝祝福的路，咱唔通拣选行家己的路，哦，咱行家己的路，予家庭带来伤害，带来一个见效，啊，所以上上帝教导时阵，我甲人讲吼，那今日恁所做的，恁人啊，虽然信仰耶稣，特别你犹原，因为你所做的，你要付出代价，啊，因为一个人做错，家人受害，本受到这个见效，讲到你的名时阵，家人本无面子啦。哦，古早常常，伫啊教堂有时问到伊个姊妹讲，你翁一摆好无？讲出国啦，啊，较最怪你讲出国个吼，拢是内面坐啦，啊，你翁好无？啊，出国就是伫内面坐哈、哦，因为爱面子嘛，吼、哦，出国出安尼久个咩？啊，所以求主帮助咱，希望今日接到扫罗这个事吼，啊，简单的分享，互咱知影，因为扫罗会今日行到这个地步，拢总是另有志趣。是家己一手造成，吼、哦，无爱跟行神的道路，而且行家己的脚步，哦，到尾扫罗和这个头人占了，哦，这个啊，腓力斯人将伊钉绑这个城里面顶吼，啊，将伊扫罗的囝们吊过来，尸体吊过来，特别基列亚比吼、哦，就是
扫罗曾经对于有恩的这个以色列民族，将扫罗家己的子的尸体拿回去，并且给他烧了，给他埋葬，并且安怎呢？为禁食七天。哦，所以扫罗有一把真有好的物件，所以修了好的修行。扫罗有真有这个恶吼，就修了这个恶果。圣经跟咱讲，人行是千万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修的也是什么。哦，所以今日咱所修的，真侪摆较侪是咱古早所种的。特别咱将来要修的咧，就是咱今日开始种。阿门。哦，真好的，良善的，啊，予人得到祝福，啊，赐予别人的，哦，了后咱会得到真正好的果子。阿门。哦，所以也种子真正重要。所以听主的话，咱就要尊敬。哦，尊敬时阵，其实咱就是在也这种子。后尾咧，咱会受着上帝啊，赐予咱所结的果子。阿门。好，来咱三个来祈祷，咱将大时间交托，愿圣灵家己来温膏，愿圣灵家己来将真理的灵运行咧咱当中，予咱更加明白新的真理。特别上帝，我们敬拜俄罗斯，感谢耶稣恩惠，感谢亲爱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，你就是真理的灵，你来温膏，你破真的指头，也温膏。让底下姊妹，我那带着谦卑、虔诚的心、受教的心来接受主你的话语，透过这扫罗的结局，予咱学习到，我人无爱行扫罗这道路，我人要行圣洁、顺从圣灵、顺从神的话语的道路。予阮不但蒙福，主啊，阮也要吃这啊这祝福的出口，予众人也因着阮人要蒙福，因为阮是你所爱的子儿。就将以下时间完全的交托，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来，哦，所以十三章第一到第六节就是讲啊，扫罗加非利士人争战哦，啊，了后伊就这个钱，了后吼，伊要啊叫这个亚这个多的人将伊杀死，特别这个亚多的人唔敢，因为伊是上帝的恩膏的这个王吼。哦，所以扫罗死吼，伊本来死啊真水啦，因为你先抓，伊无死，伊好即受得掠去吼，伊会受尽一切的折磨，可能伊人会斩伊手，斩伊脚，可能乌伊目睭，啊，亲像产生的那款，所以伊甘愿自杀死，哦，因为伊卖伫即个腓力斯人的手中受尽一切的羞辱，因为腓力斯人阁是无受割礼的 ，OK， 而且呢，了后呢？扫罗不但死，伊三个囝吼，加亚兵器的人，加伊军队的人，就是全军覆没，拢总死个了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一个人会错误，一个人行这个啊唔对的道路，给周围的人带来安尼大嘅伤害。OK， 来咱来看哈，哦，安尼款呢啊，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讲，安尼款扫罗就死了啦。因为伊安怎呢？安怎伊会死呢？就是因为干犯耶和华，啊，伊无尊敬耶和华的命，哦，无尊敬神的命令 ，OK， 并且伊问高贵的妇人，哦，上帝的生命之已经讲未使高贵，哦，上帝真正啊禁忌这方面哦，因为天的人间除了上帝之外，无别个神，未使啊跪拜别个神，所以上帝绝对禁止予人得搞鬼哦。OK， 而且呢，因无求过耶和华，那耶和华就属于被杀哦。所以扫罗的死，拢总是唔是因为上帝杀伊，是因为伊另有志气，就是伊家己。是手做成的，阿门。哦，所以真侪摆，咱的人生，咱拄着乌，安怎乌乌暗暗咧？因为这个乌乌暗暗的道路是咱家己的选择。咱来到主面前，主是光，主是真理，咱好好来听主的话，好好来遵行。哦，啊是当咱来到主面前，咱祈祷神的灵，啊是有来光照咱的内心，咱有受唔到，咱有做唔到，无讨上帝欢喜，咱就要伫主面前好好的认罪。悔改，无爱予魔鬼留地步。圣经已经讲啊真清楚了，卖予魔鬼留地步。哦，亲像你的厝，你的门开掉，你头先讲 Apple 吼，门开掉，你 Apple 帮你听吼，啊你 Apple 怎嘛无去啦？啊你帮 Orange 无来事啦 ？Orange 只粒一块尔嘛，对不？
按照魔鬼会使来攻击你，因为和魔鬼老地步。所以会见哦，让信主的人，让内面有神的灵，神个人同在，特别魔鬼伊无办法攻击人。当咱犯罪，当咱和伊老地步时阵，伊就会使来攻击人。OK， 所以要时常来亲近主。圣经讲，咱亲近伊吼，主就亲近咱啦。咱顺服主，咱抵挡魔鬼，魔鬼就要离开咱走了。所以咱要做一顺服的仔儿，阿门。要做一顺服敬畏主的人，好好来个主面前。OK， 来咱继续来看啊，今日要分享的所罗伊三个优点。你袂使讲伊完全无好，有三个优点，并且有六个无好点啦。一派的比伊优点搁较侪。头一点伊优点是甚物咧？当上帝竞选所罗做王时阵吼，所罗眯起来啦。当时伊真正谦卑吼，所以你看真好的开始。所以一个人会真好开始，未必有真好的结束。时常人特别地讲吼，不要晚节不保，爱好的开始，好的结束。所以真侪拜咱信主本是安尼款，咱信了主，这条路道路虽然有困难，特别咱有主同在，咱莫得行一半吼，跌倒去啦。阿门。咱信了主，虽然有时咱会乱了，有时跌倒，特别上帝的慈爱因未离开咱。因为我捌跌倒过，我了解嘛。因为跌倒信主冲动吼，所以跌倒信主真紧，跌倒不真紧，因为火气。特别上帝的慈爱无离开我。上帝会将伊方法将咱搁一摆带到当伊身边，阿门。知影无？上帝的慈爱永远无离开咱。来对我来讲，来，上帝的慈爱永远无离开我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上帝的慈爱永远无离开我。所以当时我跌倒时阵，我听一个启示啦，突然间一个启示讲，你无可能是万一就成为一个真成功的基督徒哈。迄句话我转来，上帝真奇妙，一因慈爱，慈神爱所将咱牵转来，所以讲保罗头一个优点就是安尼咯。真正谦卑虔诚，并且讲哇，我无配做王啊，哇，这心也是真正谦虚吼。第二点咧，伊真正沉着应变啊，咱阿摩叫做真 steady 啊，明白无？别讲干将靠靠错啊，真正 steady， 真正在。虽然伊要做王，有人反对伊，有人无服伊。当伊咧做王时阵，伊无因为安尼款吼，就将即个反对伊人给杀死。无，你看伊心中迄个时阵安尼宽怀，安尼宽大。曾几何时，古早安尼款一个好人变安尼款。OK， 那第三点咧，第三点，伊有即个领导的能力。所以当时激烈亚比吼受到即个亚门人的攻击的时阵。一人来找扫罗，扫罗和圣灵感动，组织以色列人来攻击这个亚门人，所以在这个征战一判呀。所以保罗好不好？扫罗好不好？回答我一下咯。好，安怎好？三点好，三点呀，以后，所以你看，这基列亚比人哦，就是扫罗死时阵哦，基列亚比人感恩哦，将扫罗的尸体也顿来，并且烧了该埋葬为扫罗，安怎呢？禁食七天，所以不如好的人啦，感恩的人，感恩，无因为扫罗安尼款哦，所以圣经记载是真正很真实，真正很血肉的，很真实的呈现在让这世人的面前，让有可能会拄到敌敌人，让有可能会拄到恩人，有的人是恩将仇报，有的人是会晓感恩的人，阿门。所以求主帮助咱要成就会晓感恩的人，亲像十个长大麻风，无如一个转来感谢耶稣，所以这个感恩的人所做的圣经也该记载，神要让成就这个感恩的人。阿们，咱来看扫罗安怎也失败呢？扫罗头一个失败哈，就是以这个越权来限制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的性命表面上你看不出，真正谦卑，真正宽阔，真正有组织能力哈，你看不出这个人性命。
特别一个人在试验的时阵呢，伊生命就走出来了。所以按照上帝要用约瑟时阵，和约瑟经过十三年的这个诶冤枉，吼，和伊啊大兄出卖，啊和这个伊啊祖母出卖，并且呢啊地家罗家人来解绑时阵，人未记伊，吼，结果十多年了后呢，法老王做梦时阵，将伊从这家罗押出来。安怎呢？因为上帝借着这个苦难来陪伴约瑟，将来要做宰相。所以求主帮助人，有时人爱主吼，人拄着一些困难啊、苦难，莫死志。你知影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做一个工作，因为上帝陪伴要更加大恩你。阿门。吼，莫人讲两句话就生气，就发脾气，莫。你看到上帝因阮这个问题临到咱，因为上帝要咱的生命长大，因为试验了后，咱亲像真金安尼。试验之后必如真金吼。试验时阵了后，咱的生命到办法承受上帝更加大的祝福。OK， 所以你看当这个试验临到时阵啊，撒母耳伊在这个季节时阵，当撒母耳来献祭，特别撒母耳晚来时阵呢，扫罗做甚物呢？扫罗家己献祭。献祭是祭司的工作，君王绝对袂使献祭。圣经记载一个人叫做乌西亚哈，伊原本是一个王，伊袂使献祭，特别因为调过，因硬硬入到这个圣殿时阵，祭司拦住伊讲你袂使进去。特别因硬硬要进去时阵呢，伊规身生了这个麻风，到甲伊死时阵，伊无办法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，所以永远会记上帝主动调过的人。上帝施恩和谦卑的人，这个乌利亚王是好的王，真可惜，因为伊的骄傲，伊袂使献祭，伊来献祭，特别上帝惩罚伊，可以生了这个麻风。就像扫罗伊夜前，伊原本伊袂使来献祭，献祭唔是伊空气，特别伊献了祭讲什么呢？伊将问题拄好别人，所以一个人是拄到问题吼，因为是别人的唔对吼，啊，家己对吼，这个人你要注意啦。有人咧，我咧讲哦，可无悔可，特别家己上好，啊，你要注意啦。你捌拄着酸人无？哦，所以讲什么？啊，无啦，百姓离开我啦，无啦，非得苏人要来攻击我，无我三五二连你换来，啊，你换来，啊，你无来，我家己来咯。啊，所以一件吼，上帝无做，你唔能去做。啊。所以撒母耳无来，他讲什么呢？我家己来，并且伊家己来献祭。所以扫罗做王哦，两年上帝该废弃哦，该废弃了两年呀。所以了后咧啊，违背神的旨意，上帝给将这亚玛利人哦，拢种太死个了吼，不可怜惜因人，并且将这个男女囡仔哦、王牛羊拢种太死，特别有尊敬无？伊无尊敬，吼、哦？安怎伊无尊敬咧？安怎伊无尊敬？因为伊死不认错，死无认错，吼、哦。所以一个人也是死无认错，这个人也是讲伊做唔对，伊死无认错，伊这个人的人生的道路未亨通。圣经甲咱讲，这个人也是认罪吼，伊的人生的道路就会亨通，伊的路就会通啦。哦、所以啊，所以你哋少做工啊，不都是相对的问题吼。啊，你做了未？咁你走去另外一间哦，一间公司受伤问题，啊，坐第三间受伤问题吼。啊，你有时爱安静落来，可能唔是头家问题，是你家己问题。阿妹无，你走啊多咯问题，对你搞多咯，唔是迄个地方有问题，因为咱这个人，咱家己有问题。真侪摆咱看未到，咱看到别人的问题。OK， 所以按照看看到家己问题咧，咱就要来。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，主啊，你的光来光照我，看我内面有什么恶行啊无？引出我行应生的道路。主啊，我内面有得罪神、得罪人，有唔对的行。主啊，我愿意悔改，你帮助我。哦，了后咱的道路就安怎呢？就亨通啦。阿门。好、哦，你要道路亨通没？阿门。哎呀，主的话你就要听啦。OK 哈、哦。OK， 你讲，所以这是充满我诶，这个人吼，讲我吼，我恐惊啊，无求过耶和华啊，并且啊，非利士人要来攻击我，我勉强献祭。头一个唔对吼，就是家己献祭，特别无认错。第二个唔对咧，伊听主的命令听一半，
顺服一半就是无顺服。对我来讲，来顺服一半就是无顺服。啊，你顺服一半无？就是所罗伊讲啊，我听了耶和华命令吗？我啊，掠了这亚玛利的王亚甲来，我灭尽亚玛利人吗？有啊，我有做啊。而且安怎呢？而且的百姓因为掠这个牛羊要献祭，要这个撒母耳的上帝啊。伊有杀亚玛利人无？有杀到了无？有无？无。所以做一半就是敢那无做。哦，所以伊无承认伊家己唔对，而且安怎呢？伊从来无认错。我唔知你我的性命如何，你捌伫主面前认罪无？啊，是你逐摆来做主啊，我免认罪，我安尼好，我嘛要认罪。我曾经我信主迄阵吼，主乎我看到我是一个罪人。无信主以前，我从来无感觉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真正好势。个引导个少年，从一摆老了人啊！等我见到主时阵，见到主的恩典时阵，我甲主讲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主啊，今日会得救100%，完全是你的恩典，唔是我有甚物好。亲像以赛亚看到上帝恩典时阵，看到天使在拜、在敬拜上帝时阵，看到恩典讲甚物，用发财我灭亡了。我是一个嘴唇无清气的人，并且我活在这个嘴唇无清气的面中。上帝和以赛亚看到神时阵，伊头一个看到是看到家己的罪。彼得看到耶稣行神迹时阵，看到安尼罪死时阵，彼得讲什么？讲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，咱得救完全是恩典，底下是无。无一个人会使在主面前来夸口，你有真正了不起，你有甚物博士，你有甚物真正做奇才，拢总有甚物啊才能，拢总很好。我跟你讲，拢总是领受的，拢总是上帝给人的，所以要将荣耀归给上帝。阿门！一切荣耀拢是上帝，人不过是上帝的恩典给人尔。所以也是你上帝光来光照你哈。你有亏欠，认罪悔改。当我伫信主迄一刻吼，主乎我看到我亏欠，我去约古早我得罪，然后我约伊出来，我该认罪。感谢主，然后罪我真自由，真正喜乐。所以讲，你一日认罪吼，你堕落就很痛了。因为古早从来未感觉犯罪，直到我拄到主时阵，我约人出来该认罪。感谢主。啊，火土牧师，感谢主，我应该认罪，因为伊是我 brother。啊，看到伊也真欢喜，感谢主。啊 ，OK， 来来，啊，第四点咧，第四点伊的心中是只恶，哦，所以一个人也是讲妒忌，圣经讲妒忌是骨中的朽烂，哈，就是讲你的妒忌，你肋骨内面的软的朽烂，所以唔通妒忌。哦，比你好的人，你欣赏伊；比你无好的人，你介意，介意比你更加好。阿门。因为拢总人是领受的嘛，有甚物好刁个？哦，既然是领受的，拢总是对上帝来，让无通刁个，而且让要彼此会分享。哦，我你未晓，我教你；我未晓，你教我。啊，从教会大家安尼看哦，教会定了福气个。主爱人彼此相听，彼此的帮衬，彼此的扶持。上帝让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相像，我们在恩赐里面彼此的配搭，所以很可惜，哦，扫罗无认罪，扫罗妒忌大卫王，特别从这个哥利亚杀死时阵，回来时阵，伊人在讲什么呢？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，迄句话呢，伊未吃未困啊，伊未吃未困，哦。所以要紧也是咱在服侍，有人讲咱服侍了真熬，你唔通未吃未困啊！咱原本就是熬的嘛。有人讲你好，阿里边好练，你应要归好上帝。阿门。安尼讲得无问题嘛？安尼讲得喜乐，服侍了很真喜乐嘛？因为你知影一切的领受对上帝来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卖好，这个妒忌在咱的心中来影响吼、哦。
让彼此的形象，圣经讲看别人比你更加强，我看火土牧师比我强，阿门。哦，特别伊伫台顶，伊讲伊看我比伊强，特别我看伊比我强。哦，你看别人比你强，安尼就无代志啦，好无？甲你比时人讲你比我强。欸，我古早一个老师真趣味，了解老师是我们的小姐老师吼，伊特别甲我记名讲，你是我的老师。其实伊真有力，特别真强逼啊！安怎呢？伊无讲因为伊老师伊本敢合适，所以特别甲你讲，你是我的老师啊！所以你人是我的什么呢？老师，阿妹，你人是我的什么？啊，老师，我比甲你合适，彼此合适嘛。彼此合适，彼此众多，彼此来兴旺神的国度。OK， 来第五点呢？第五点就是扫罗太这个祭司哦。虽然第这个代志代表伊有讲骗话哈，伊讲王叫伊出来做代志，特别真正匆忙，无备办这个解密哈。然后伊去找这个祭司，拿到这个解密，拿这个哥利亚，杀死哥利亚的刀，然后伊继续走，因为扫罗要对待伊。特别当扫罗知影这个代志，来到这个祭司的城的时阵呢，伊甲这个祭司讲：安怎哩帮助这个大卫可以走伊？特别这个祭司讲，伊唔知大卫所面对的这个代志，伊唔知影。唔知影这个代志，所以和大卫这个饼食，又和大卫啊这个刀哈，所以扫罗真正去认为这个祭司来帮忙大卫王啊大卫哈，然后呢，伊叫伊臣子啊去抬这个祭司，但毕业臣子唔敢抬，因为安怎呢？祭司是上帝所恩过的，亲像扫罗安尼款，大卫有真侪机会来抬伊，但毕大卫唔敢来当伊，上帝所恩过的，你唔通去当伊。阿门，哦，上帝所恩过你为伊祝福啊！伊做唔对，上帝家己会来对付伊，你唔通去动伊，这是属灵的官兵来的。OK， 特别当时是甚物人呢？以东人多义哈，多义并起来叫甚物？义多哈，所以特别人念义多啊。其实义多并起来变做多义哈，所以多义安怎呢？去抬这个祭司，迄时阵呢，抬死这个。穿细麻布的以弗德啊，诶，这个祭司85个人，将这祭司城85个人拢杀死个了。难得上帝安尼款受气，这个扫罗，伊真的是无法无天。你看，一个人离开上帝，一个无神的人的性命是真正恐怖的。阿门无？哦，一个无神的人，讲这个世界无神的人，这个人伊认为杀人不要紧。伊讲死就煞，实在是真恐怖，所以求主帮助人哈，卖让这个黑暗来遮盖人的目睭，求主的光时常来光照人，让人在光里面让圣洁，让做上帝欢喜的代志。哈 ，OK。第六点是甚物呢？第六点，保这扫罗去搞鬼。哈 ，OK。上帝的生命之已经讲未使搞鬼啊，特别扫罗去搞鬼。OK。所以这个一甘愿耶和华做上帝无欢喜代志，所以彼得前书5:50讲什么呢？上帝主动调告的人，施恩和谦卑的人，你一个调告吼，上帝就主动你。所以讲一个调告的人是世界是上可怜的人。按怎讲呢？因为你一个调告，上帝主动你，魔鬼攻击你。这个好，上帝主动和魔鬼攻击的人，这个人的结局啊，就是死亡；这个人结局就是凄凄惨惨的。阿妹无，所以求主帮助人，人要成为谦卑的人，和上帝的恩典更加多领到人，人领受上帝更加多的恩典，和人不但接受恩典，人白白得到的，人也白白写出去，和周围人因着人会来蒙受上帝的祝福。OK， 所以扫罗死了了后呢，吼，这腓力斯割了伊的头，割了伊的衫，吼。哦，了后将伊尸体钉起来，所以你看，当台北甲这啊哥利亚，台西哥利亚本是将对方的头给斩落来吼，而且也将伊精壮压起来，所以以其人之以其道之身，哦，所以你看，结果伊尸体咧吊放这个下面顶，特别圣经跟咱讲什么咧，基列雅比对我来讲咧，
基列亚比哈、哦、，OK， 讲个一摆来，基列亚比哈、哦，这真刚好记，基列亚比人一灾瘟突破，基列亚比人用一暝的时间啊，勇士哦，将这个扫罗，并且这个啊扫罗三个囝的尸体压起来，其实伊人去压这个尸体是真危险，随时会被非利士人来杀死的，特别因为伊人灾。知恩图报啊！将扫罗的这个身体压回来，并且咧安怎将伊尸体伫这个伯山城压了咧，烧了埋葬伫这个亚比，然后咧为扫罗金甲赐金。所以这里予咱看到一个好的行为，就是甚物咧？这个人知恩图报啊！所以咱领受上帝恩典，上帝。予咱得到这个救恩，上帝赐予咱恩典，得到这个喜乐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啊美好的生活家庭，咱会记，咱要成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。对我来讲，知恩图报，吼、哦，所以要好好来爱主，要好好来爱教会。所以啊，伊的 member 阿未换来一道吼，请你较紧去换。阿妹，啊。因为头先看伊去真侪面部阁无得收吼，也是上帝有感动你吼，委身伫这教堂，阿门。因为收一个真好的牧师，吼，求福牧师啊，火土牧师都是真好的牧师，人拢总捌几十年啊吼，一个较短啦，啊求福捌应该几十年啊，我囡仔细细吼，就捌求福牧师了教堂经，感谢主，哈，当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哈。所以扫罗的死，予咱学习就是甚物呢？就是甚物？时间到了 ，OK， 就是卖予魔鬼留地步。对我来讲，来卖予魔鬼留地步，来一两三。阿门，卖予魔鬼留地步。哈，当你伫受气时，唔通寒露到日头落山，卖予魔鬼留地步。OK， 然后咧，人种的甚物收益啊？是甚物啦？对我来讲，来人种甚物？修的也是什么，所以会记吼，神是千万不得人种什么，修什么，人也是讲做唔对，人也唔对，甚至啊，不无好的这个思想意念，人求主来光照人，人要来主面前认罪，阿门。哦，人来个教会唔是来定罪，我先讲吼，人来个教会唔是要来定罪，因为在耶稣内面，人拢总是无罪。在基督内面，人拢总是圣洁的，特别咱的思想、咱的意念，有完会犯罪，并且咱的行为也可能会犯罪，对无？所以咱求主帮助咱，予咱新的灵来光照咱，看咱内面有甚物恶行啊无，有亏欠无，咱伫主面前认罪，予咱的心无予魔鬼留任何地步，予咱活出这个圣洁、讨上帝欢喜的生活。来，咱起起来。我要为咱祈祷，好无？咱将咱目睭盖起来，将你手举起来，好无？我要为咱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好，目睭盖起来，手举起来。我求圣灵，这时阵运行在当中，求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在你的心灵来向你讲话。看你内面有甚物地方得罪上帝无？看你内面有甚物恶行，无讨上帝欢喜，得罪神，得罪人无？我求神的灵来光照你。哈利路亚！听，听迄个微小的声音，听这个圣灵的教示的温歌。要在你里面，还是你认为说听了这篇道，你认为你里面有亏欠的上帝，你要跟主来认罪悔改，你随随声跟主说，无人定你的罪，你随随声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有亏欠，主啊，你赦免我的罪，你不会洗清我的罪，因为你是信实公义。当我认罪的时阵，你要赦免我的罪，洗清去我一切的不义，
让我们的心无魔鬼留地步，因为一生的歌喉是由我们的心发出来，我们的心圣洁，我们的心有神的灵，我们的心有神的话来引导，让我们顺从神的话，让带着感恩的心做上帝欢喜的，用虔诚的心来敬拜，来侍奉祂。主，愿祢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愿祢的话能够让信弟兄姊妹。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人，因为弟兄赢过仇敌，是因着羔羊的血。感谢祢的血来洁净阮人，让阮每一个心是清气的，让阮每一个心是因着耶稣宝血讨上帝欢喜。主啊，感谢祢，让阮在祢面前重新得力，阮无再行所罗这条道路，阮要遵行神祢的真理。你的真多用虔诚的心来服侍你，愿你的平安，愿你的灵，愿你的真理继续来看错我们。阮谢恩，阮领受主你家的祝福基督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那撒加来讲，阿门。让拍拍归荣用上帝，哈利路亚。咱做阵来唱这个诗歌，回应主的话。我主啊，满你的主宰，已掌管我的一生。虽然有时我欠亏真多，伊犹原甲我伫底。我主我王，万民的主宰，伊掌管我的一生。欠亏真多，伊永远甲我伫底。最近来阿头，弟兄姊妹，咱感谢主，今日有人读完了这个《撒摩尼记上》这本册，有人看到扫罗有好的开始，却有凄惨的结局；有人看到大卫生命中有真多的软弱。也四名起起落落，跌跌撞撞，到到后尾上帝阁是讲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，所以扫罗伊真正可惜，犯了真多的杀啦，一错再错，
那伊无回转，伊也无真正的悔改。所罗的一生里面，犯错愈犯愈大，愈离开上帝愈远。那伊无回头，然后人看到大笔犯错，那伊生命中有真多的软弱，但是每一摆大笔犯错的点声，就是更加帮助伊，更加会转向上帝，更加会倚靠上帝，更加会亲近上帝。所以，每摆犯错帮助大笔更加会谦卑，来到主的面前。结果伊服侍了伊迄个世代的人，就困了。上帝讲，我找到耶西的子大笔，伊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所以今仔日今日，阮人读完了这本册，阮人也要进入去新的一年，盼望阮人的祈祷会使吼。学习这个大笔的使命，那我人要做合上帝心意的人，凡事求主帮助我人会使遵行伊的旨意。今日的是不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讲，是啊，主帮助我，让我的生命会使合上帝心意。让我信心帮助我的软弱，让我可以凡事遵行上帝的名，让我的生命可以荣耀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你的祈祷，你的心意？那是诗来讲，举起你的手来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咱做阵来祈祷。主，人感谢你，今日有人读了这个《撒母耳记上》这本册。主人祈祷求主的帮助，我人将你对我人在这本册里面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一切的真理，求主的帮助，我人可以去持守。主啊，我人感谢你透过扫罗和这个大笔的使命，让我人来学习这个功课。主啊，我人看到这个离开的愈来愈远，心愈来愈硬，那但是大笔在你的面前，就是跟你愈来愈亲密，愈来愈合上帝的心意，合上帝来使用。主人帮求你帮助我们，愿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带来更新和改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愈来愈像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等我们进入新的一年里面。主啊，好人的生命会使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，帮助我人会使凡事遵行上帝的心意。主啊，帮助我人存谦卑的心，逐日甲主同行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人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啊，我人的主会。就烧完了吼，那是你需要祈祷，你先来个头前。那无上帝祝福你人，有人下礼拜六，搁再见面。那是你爱报名参加迄、那个SG Digital 的这个课程，请你人到挂号服务台迄搭报名。关注祝福你人平安散会。
因为我在有主最我哭